你知唔知道我覺得我哋兩個企埋一齊似咧係穿越劇啊？兩個時代嘅學生穿越埋一齊咁樣。好啦，我哋出發啦。喂，出發，翻學去。等你尿病屎啊啦！乖啦，兩位同學，你哋今日介紹下自己先啊！我係班上唯一嘅女同學，係啦，係咪插班㗎？應該係，本身你呢個咪師寶嚟㗎？係啊，我都係新嚟㗎，即係呢班本身冇人嘅。兩位同學好，歡迎來到交流教室。今天你們將要進行 battle， 看看哪一個是小學生的學霸。我們是小學生。是嗎？我以為中學生。我以為我是大學生。大學生又未必最後的。你看看你的背囊先，為什麼是中學生？中學生中學生都用的。我中學都背一點的。講一下你們兩個年代的學生怎樣過校園生活。當然是勤力讀書。以前是不是嚴一點？有沒有打手板？有拿著一把間尺的老師，我印象中又沒有打到的。中學的話，雖然我間學校都乖的學校來的。是嗎？這麼巧的，我都是。是吧？但是我們上堂都是不聽書，全部都在睡覺。喂，這麼巧？還有很興奮就會上堂就在那裡睡，在那裡按電話。最不留心的那些都是聊聊天啊，老師擰著轉面之後傳一下東西啊。寫紙仔。寫給隔壁女同學。我不會追女仔，所以女仔追你，追你的。喂，不如講下嗰啲有冇拍拖㗎？喺學校？中學有啊，中學有。幾多次啊？喺度諗緊，諗緊。中學減啲，一次一次，哦一次啊！都係同班嘅，好青春嘅呢件事，即係咧嗰種又唔可以俾人知啊，咁又成日可能上堂又偷偷咁望佢啊，咁但係如果曖昧緊又會喺度，即係好似有種好秘密嘅感覺，都幾得意。我試過中意嗰個係低一班嘅，小息嘅時候咧，企出去個走廊角落頭咧，即係望佢行過。佢就要咁啊！佢唔知㗎，唔知。但係後屘就要揾朋友嘅朋友咁樣去識咁咯。咁你又話你冇追女仔㗎嘛？識朋友啫嘛，識朋友啫嘛。中學打波咯，我好中意打籃球嘅。啲女仔好中意睇人打籃球。我嗰間又麻麻地好似。我淨係中意畫畫同埋唱歌比賽嗰啲。我唔知道有冇人及我咧。肯定有啦，係咪？都係講翻咧，而家你哋係小學生嚟嘅。啊，係咩？我哋係小學生。小學咧，我都已經中意好多女仔嘅。小學最中意玩就係彈嗰啲文具。哦，文具啫。你小學已經彈？彈咩啊？嗰啲唔係中學先玩嘅咩？我小學好中意畫台嘅，總之我會揾圓規咧喺嗰啲學校呢啲台面咧雕刻嘅，破壞公民嚟。係啊，唔知仲有冇喺度？咁古蹟嚟嘅，古蹟。咦，你哋有路啊？點解坐咁埋啊？所以我咪話俾你知，我冇追女仔。因為知道阿女同學嘅口才了得啦，急口令好叻嘅，咁所以咧，我哋首先玩咗呢個急口令先嘅。包子特，古同學先啦，好啊。郭海明見郭可盈，話郭可盈個袋型，郭可盈叫郭海明過海改個袋型，改成郭可盈個袋型。哇！三二一，財政司叫財政司做財政司，財政司叫財政司攞財政先，財政司話俾財政司知要攞財政先，要搞掂財政司。你好嘅，喂 ，yes， 先贏一仗，少少少少 ，OK， 兩題啊嘛。題外話，我以前做娛樂新聞嗰陣時咧，我哋係要讀好快，最巔峰嘅嘴就係嗰陣時。我都有讀報紙嘅呢排，真係，因為咬字好差。我而家我嘅巔峰嘴冇咗，好啦，試下啦。哇，咁長㗎，三二一，圓圓圓圓叫圓月，叫來圓月來上月，圓圓雪，圓圓圓，圓月雪，圓圓月。圆圆的眼圆比月圆，圆圆圆月说，圆圆的圆，圆圆的圆眼咩菜圆月啊？究竟是圆圆圆月的眼儿圆，还是圆圆的月儿圆？哇！咩叫眼？
即係唔好話讀啦，我直頭唔明裏面理解都難。係咯，女同學嗰個有冇咁長㗎？女同學嗰個咧，因為佢太勁啦，所以俾咗個文言文嚟。喂，等陣先，文言文唔係問題，但係問題我識唔識讀嗰隻字先？石室斯是斯是是斯細食十斯是時時識史是斯十時識十斯識十斯識史是時識斯是識史。是是是是是十是是此世是是呢个系文言文嚟嘅咩？是是十是世世边个作家？是十是十是是咩？有人做啲咁嘅嘢咩？石室石室室是是是是石室石室是是此是食十是是食时此色是十是是实实石是是是色是是哇辛苦晒辛苦啊！哇！成日演唔係唔關你事，係因為太長，都係讀打喎，讀完唔係好解到嘅。係咪話有個人食咗十隻獅子嘅屍體啊？真係㗎！真係。但係頭先你話食屎咯。我翻學好少咁專心㗎。係都係。今日特別專心。要舉手答問題喎，玩啊！老公潑線，女同學。老婆姓梁。凄涼哇哇！我其實啱喎，唔係好好笑啊，真係。哦，原來係呢啲嚟嘅。老婆擔遮，要強調老婆，即係一嚟老公咯，公公濕，公幹，公公陰，公陰公，公陰公，陰公陰公公陰。哦，我知陰公啊，你東陰公都講到啦。琴晚瞓得少啊。廁所點燈，即係有光咯。屙屎睇到嘢啦，揾嘢嘅廁所揾嘢咁先，揾沖廁嘅就係揾屎坑兩個字，找找找錢找金找瞓找鬧人嘅嗰句嘢，找死找屎，麻麻地堅強找屎，床板夾春袋，哇！好似聽過咩春袋啊，老師有冇夏袋啊、冬袋啊、秋袋啊？秋袋啊，有冇啊？你聽過喎？我聽過啊，我聽過。你估下先。你嚟啦，我唔想。有苦自己知嗰啲啊？老師點解啊？你老公有冇啊？攞個床板俾你試啊！晨早放屁，臭醒。唔係啊，好似有聽過。晨晚冇屙屎。咩響嗰啲嘅？即係臭啦。我知道，朝氣勃勃，勃勃啊！另一個迷面好啲咯。有咩高見啊，古同學？男仔一早起身，好下題。屍眼生瘡，你哋問埋都係呢啲又屎又尿㗎。係咯，咁呢個班房咁嘅。係咯，漂流教室唔係咁嘅喎，漂流唔係漂嗰啲嘢。所以佢係交流啊。係咯，冇眼睇係咪啊？即係個窗遮住咗隻眼。哇，好具體化，好具體，大佬。冇嘢揸住，冇揸啦。玉帝第九個孫，玉教孫。哇！好彩我扭到啫，呢間學校啊，陰人講粗啊！嗱，我真係講交噶，我真係講交噶，爭啲講錯嘅。好，最後一題啊，半個權之龍 D 咩 D 啊？咩 G D 半個咪 D G 幾多個字？五個字，五個字，半個變咗五個字，係咪個字斬半咁樣睇嗰啲？字母都當一個字啊 ！G D R A G O N， 字母都當一個字？唔會係咁樣啦！呢個字母都當一個字。頭兩個字係 G D， 通常都係話人哋一知半解嘅。知啲，係 G D 唔知啲咯。哇！唔係我好彩啫，啱啱隻手快咗少少，你又諗到。Good game，good G D。等你介紹，因為我唔係好熟。我哋兩個小學生啊嘛，咁梗係玩翻小學嘅玩意啦。呢個我小學的確有玩嘅，爆旋陀螺。唔好睇佢咁細隻啊，都唔平啊。嗰陣時都係阿媽買俾我。點樣玩咧？好簡單嘅啫，用力拉就係噶啦。嚟啦！嚟啊！好，準備三二一。哇！好刺激啊！我嗰個一路啊，呢個好穩陣啊，呢個應該防守。唔係啊，唔係啊，我。哎，好似我先，我輸先喎，好似係咪咧？係咪白色先？係我輸先啊！好，1-0，哦，不傷百中啊！呢個贏咗可以攞人哋嗰只。今次我哋有個氣勢啲嘅，要叫咩啊？係咪插班女學生啊？女同學啊！插班女同學其實係一部鹹片。我見你應該 get 唔到喎，你真係插班女，真係有呢部鹹片。係啊，鹹片名，以前啲鹹片名嚟㗎。插班女同學。
加油啊！我記得我嗰陣時係嗰個年代係咩白虎啊，有四聖獸咩白虎、玄武啊，跟住青龍啊。喂，一齊打和。OK， 咁呢鋪打和啦。好啦，最後一鋪啦，睇下可唔可以我贏翻又真係打和啦。知啲唔知啲？哇！我要太斜添，死啦！哎呀，我太斜啦。你已經減速啦。係啊，太斜啦。哦，你贏。少少啫，哦，成樣成樣，成樣成樣成樣，好啦，咁我拱手將我呢個，喂，多謝，我心愛嘅陀螺，珍藏咗十幾年啦，送俾你，送俾我個仔啦，多謝你，盤俾我得唔得？啊，個盤俾你啊，你話細個冇買，細個冇盤，大家有盤用，係。剛才玩了你最厲害的爆旋陀螺啦，現在我玩一個我比較熟的天下太平，梗係識啦，玩過啦。我畫得係咪大得滯？未啊，猜贏先有噶嘛，唔係咩？係啊，係啊。買咗一筆先啫。中間我會不定期加啲規例嘅。第一個規例就係唔准講包剪揼。好啊，好虛擬啫。Paper scissors stone， 哈哈。Paper scissors stone， 喂，離身。咁猜上輸。Paper scissors stone 之王，係啦。有冇咁勁啊？你未起期就起誒係喎。好啦，唔想講英文。嗱，我諗到麻之菇。點解麻之菇咧？冇玩過麻之菇咩？冇啊。嗱，呢個係麻，呢個之，呢個菇。點解啊？嗱，呢個係意大利文嚟嘅，唔係英文嚟嘅。OK。真係麻之菇，唔係麻之菇，麻之菇，麻之菇。而家每猜贏一個就要講一個讚美對方嘅説話。麻之菇。靚仔，我就嚟可以打佢噶啦嘛！我準備好啦，寫都未寫曬啊！有冇搞錯啊？爭咁遠，我準備好啦。麻之菇，哎呀，不祥之兆啊！你冇講讚美對方哦，插翻去，有冇搞錯啊？咁難贏一鋪，麻之菇。整個咩我咧？我啲武器嚟啦！你個炮台仲要設計㗎？我係把飛劍嚟嘅。你冇讚美對方，唉，唔緊要啦，出師不利啊！麻之菇，麻之菇，哎呀，你真係好靚仔，多謝，呢個我記得啫。麻之菇，麻之菇，你真係好有型。好啦，揾石。嗱，而家唔準笑嘅。麻之菇，麻之菇。你真的很搞笑，笑緊我，冇啊冇 ，close up 得唔得？你都仲咁 close up？ 佢講英文，俾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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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個抬頭個近鏡佢，你幫佢拆咗個太字啦。啊！捉你好你啦，麻之菇，只要你好有型、靚仔、搞笑，讚你，讚唔讚啊？玩之前冇講，玩之前賺啊！你話差人就賺啊嘛，睇回放啊！回放，小馬兩下，喂喂，小馬兩下，得咗啦，你乜都未，喂喂，咪住先，炸埋間屋先啦，俾多次機會啦，唔準手指指，麻豬骨，手指指啊！佢手指指，佢笑我，唔係佢手指指咗，佢笑我，點啊？佢手指指咗啦，唔係咁樣先係。咪先，咪先，陰我原勢，好啦。OK， 係咪嚟㗎啦？好嚟啊！我揾緊啲分，三十。系啊，我掉五十噶，估到你假噶啦！哇，睇嚟要好大嘅掉先。哦，原来你系要我啊！哎呀，减 yes， 我分都未有，即系冇得减啦。负五分，搞错啊！学咗负数噶小学，三十，系喎，劲喎，喺度三十，三十。即係而家廿五 ，OK。
見唔見到？見唔見到？喂，我唔係想，咪住，咪住，我想講一聲，唔使抹住 ，keep 住。你知唔知我掟邊？唔緊要，證明咩啊？成功防守咗啦。OK， 又係三十分。你好似只墨鱼啊！哇，成功，真系得喎，爽到喎！我最多唔掟三十啦，我掟十分啦。冇问题啊，我一阵都会咁掉噶。要喂，闸街，闸街，嗱，闸街，闸街，闸街入面噶，闸街，咁即系零分咯，咪即系五分。好嘢，好嘢，好嘢。唔使唔使抹就唔使，好，报仇啦，我今次。My turn， 好啦，呢个叫咩大风车啊？唔系，首先咧要咁样饮多啲粉先。唔系啩？啊！消化先。好有压力。好嚟咯，快啲啊！唔使留睇阿古龙吓，快啲啊！唔同啲 ，OK 零分。喂，但系好大力喎呢个。系啊。我聽到嗰個聲喺我耳仔嘣嘅聲，我認真噶，報仇噶，好再試下先，好，哎呀，哦，負二十，係啊負二十，諗住攞個十分，點知攞唔到先，個三十其實幾好，因為隔離四十，試下先啦，好試下個三十先好，中啊，冇啊，大半喺外邊，都喺入面得㗎，睇住，咁頭先我大半喺裏邊咪負二十咯。唔係大半嘅問題，係喺入面。咪住先，你睇下大半喺外邊，即係唔中咯。老師，呢個係咪中先？唔中啊！唔中咩？你係呢度？唔係喺入面就得嘅咩？你個叉題唔係慳，要入曬去啊？係啊，入曬。好，唔緊要，你五分啫，我攞個廿五得啦。我好驚中我啫。哎呀，擋到添佢，擋到喎。可唔可以反勝球呢鋪啦？等陣，喂喂，唔好咁矛啊！嚟啊嚟啊嚟啊！掟我啊掟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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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假动作成功！耶！咪住，未完噶嘛？你要减几分啊？你要减？我本身减完十嘛，而家剩十分咯，佢剩五分啊嘛，得啦，剩低我掉你。我剩五分啫咩？我掉你咪好笑。如果我将佢个掉嗰个托咗佢，譬如托咗一个减咪得咯。咁都得，系啊系啊系。OK， 好啦，小息完啦，我哋又嚟上堂啦。咁我哋小息好似用辛苦过上堂嘅，小息点解咁耐啊？唔系因为你穿越啊嘛，而家啲学校系咁噶啦。今堂咧就系常识问答啊吓。好，第一题。地球上哪一个州面积最大啊？亚洲。啱。又话唔识嘅你。呢个识。第二题，请讲出三种海洋哺乳类动物。海豚、鲸鱼、海马。我谂紧我补唔补答，答错咗会点噶？补答就有一分。撞下啦。鲸鱼、海豚同海狮。哇，系海狮啊，都唔记得咗。《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呢 ？A. 王冠中，好熟喎，系咯。B. 罗冠中 ，C. 卢冠中，同埋 D. 曹冠中。罗冠中，你好嘢。而家姓罗，而家姓罗。你好嘢，因为你啱啱毕业冇耐啊嘛，所以你仲记得呢个答案。可能系，系我穿越，我穿越太耐啊嘛。但你穿越咁耐，你可能真系识罗冠中咧。佢系孙中山，我系孙中山。O K， 煨番薯个煨字有几多笔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啱。吓？好大眼明头而小，胸前有对大砍刀，别看样子有点笨，捕杀害虫又灵巧，猜一昆虫。螳螂。系，但系螳螂点叫嘅？螳螂螳螂。以下哪一项并不是女性经前症候群的情绪或行为呢？老婆。A. 食欲增加。B. 昏昏欲睡。C. 性欲改变。D. 容易发怒。E. 专注力不佳。A. 食欲增加，因为佢不嬲食欲系
增加嘅。佢唔係淨係錯嚇，搞錯啊！只可以講古太並唔係一般嘅。吳亦發嬲佢應該唔關經唔經前事嘅。咁你想答咩啊？我撞 B， 昏昏欲睡。昏昏欲睡啱，真係㗎？哦，係唔係都昏昏欲睡啦？風力發電的原理是以風推動發電機的哪一部分產生動力呢？葉子輪咯，有 ABCD 喎。你再答是補答嚟㗎。A 主軸 ，B 車葉 ，C 變電箱 ，D 發電站。B 車葉。啊，俾佢害到得翻一分啦。我的戰略嚟㗎。你能做，我能做，大家都做，一個人能做。咩？兩個人不能一起做乜能啊？屙屎佢兩個就安，屎尿屁都係噶，好多答案。個答案係做咩嘅？做咩？一定係有個做字嘅。兩個人唔可以一齊做嘅。哦，做夢啱。我有軍師嘅。邊個？搞錯啊！邊個？以下邊一個山並不屬於西貢三尖呢？A 南蛇尖 ，B 钓鱼翁 ，C 针山 ，D 睇鱼岩顶。有冇行山？冇，我有减你一分先。A 啊，南蛇尖错。A 唔啱啊，我拣 C 啊。唔好意思。OK， C 啱唔啱 ？C 啱，针山。老师，老师扣佢分啊，老师。呢人系十二分，补偿两分。吓，你得几多分话？得两分噶。哇，常识王，你好嘢。Yeah， 嚟到体育堂。就是我最渣的項目了，我們就要玩滴滴仔乒乓球，然後就答問題。講完沒有？講完了。可以了，我們交給你。喂，好，第一題，喜歡了隔離班女同學怎麼表白？ I love you。 你好靚，你好正，吃飯咧，看戲咧，喝冰咧，睡覺咧。瞓觉喺班房一齐伏喺度瞓觉，都得。你好嘢，你好嘢。下一题，风纪会讲嘅嘢。我嚟先，行直啲，收声，大声啲，企直，唔好嘈，唔准食嘢，行过嗰边，讲唔该，交功课。我啊，放学嚟见我，食屎啦，食我未見過風紀講食屎，有冇噶？我睇到風紀有個，死好嘢。咁啊，你贏啦。請講出壞學生會做嘅嘢。遲到、食煙、唔做功課、飲酒、吸毒、鬧阿 Sir、冒簽名、剝光珠、打交、偷窺、非禮。呢個唔係淨係壞學生，呢個係壞人犯法。古Sir同太太嘈交嘅原因嚇？咁佢點會知啫？唔係，即係同太太嘈交嘅原因。唔係我同太太，唔記得老婆生日，唔俾錢，話佢肥，煮嘢好難食，唔同佢我是講不出的，是不是？講不出，不跟他去街，是啦。我們其實是問題答得不好會輸，還是球打得不好會輸的？兩樣都會的。我不知道我集中在哪一樣好一點。好，現在跟著就你起題。我起題？你起題。Mira 有什麼優點？靚仔。好身材。人多。好長條褲。什麼？你講不到。我想說不怕夏天。不怕夏天。地鐵站名，荃灣、九龍灣、大窩口、牛頭角、葵興、觀塘、葵芳、九龍城、麗極。九龍站嘅咩？九龍塘啊！我講九龍城咩？九龍塘啊！耶！好，俾你出題啦。玩啲個題目咧，有即係多啲答案嘅可能性。好啊，廢話講。食飯未？未食。去廁所未？未去。幾時吃飯？一陣咯。唔係答我啊！廢話啊嘛，呢啲廢話嚟嘅真係。下個禮拜見咧。好啊。幾時見啊？唔係下個禮拜咩？我話廢話，你係廢答。係咁跟住你。
喂，你件衫好靓喎。多谢。带我去买啊。好啊，一齐啊。带你去有冇折啊？带你去噶有折啦，带我去就冇折啦。炒底几多钱？咩叫炒底啊？23.6，23.7。咁炒底呢？咩叫炒底啫？我唔知咩叫炒底。咁唔炒底呢？你解释我先得。炒饭加底，我先加底几多钱？你唔系外卖仔，买衫哦加哦，你唔系讲紧买衫，你而家变咗炒饭加底嘅。我以为你讲紧买衫，废话啊嘛。炒饭加底嘅，几时打乒乓啊？打紧咯，下次啊。好啊。几时输啊？飘流教授好听喎、啊，系真系几好听嘅，真系唔错啊。你唱得好听啊，你好听啲。我哋讲紧真话噶，真话。真的不是廢話的，多謝高山邀請，你真的很好啊，感激，多謝你啊。我們現在哇，猜到很多版啊，這個是啊，這個挺好，這個Missy 怎樣？4-2的Eden 贏了，恭喜 ！Yes， 恭喜！咁佢就成為我哋交流教室嘅學霸啦。哇，有獎座啊！哇！哦，內定嘅已經寫好名嘅，唔係啊，有張你嘅。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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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第一啦，係咪可以畢業啦？係。另外都會有啲紀念品送俾兩位。哇！可以減肥喎，一人一籃。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哇，你仲會得到 Mira 嘅演唱會飛一張嘅，好，誒，同埋你仲會得到花姐一個嘅，哇，正啊，攞去買，可以擺喺屋企。呢啲全部都係小學食嘅嘢嚟嘅。哦，魷魚呢個，魷魚呢個，真係小學成日食嘅。呢啲啊，喺，哇，唔係啊，我小學嗰期係好興嗰啲超人魷魚絲啊，魷魚絲入面有啲超人冚醬，又係攞去彈，有乜都攞去彈。小學我淨係食呢種咯，呢個反而我冇見過喎。我哋細個咧就係咁樣竹籤食，呢個係70後嘅，80後，90後都係食。穿越㗎，唔好唔記得。多謝。其實首先即係要再頭先打乒乓波講咗，即係好多謝 Eden 啦，即係今次一齊去唱呢首我自己好中意嘅叫《漂流教室》。Eden 俾我感覺咧，好似我自己以前的感覺就是我又會很多嘢嘗試啦，即係譬如做主持啦、唱歌啦、拍戲啦、綜藝啦，有少少我哋嗰個做嘅嘢都係一個咁樣嘅。咁我好記得有一樣嘢就係喺錄音室嘅時候 ，Eden 即係休息緊，即係聽緊阿舒老闆剪只歌嘅時候咧傾偈喎，即係我同佢講話。啊！你又有拍戲啊，咁幾好啊！即係而家開始可以咁豐富，咁佢話係啊係啊，即係只要有機會，我都好樂意去嘗試噶。即係佢謙虛地話我唱歌唔係話真係好叻到去即係咩程度，所以只要有好嘅機會咧，我都好願意去嘗試，好容易去努力做多啲去。所以我即係聽到咧，我覺得阿 Eden 係一個好俾心機嘅後生仔，即係好。好珍惜機會同好努力咯，今次好多謝古 Sir 俾呢個機會我測，同佢一齊合作。今次嘅經驗好難得嘅，因為咧特別係錄音嘅過程係俾咗好多一啲 insight 我，同埋俾咗好多一啲經驗我，令到我覺得呢一次呢個 project 係好啟發性。咁所以好多謝有呢次機會，多謝你，多謝你，因為我覺得呢種穿越嘅合作咧好好玩。以前嘅歌咧。我通常我都好希望我可以執到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就有兩位導演啦，即係近年我覺得好好嘅，咁就將呢個即係擺託咗佢，就係阿星同 Maggie， 因為愛情故事，所以就愛情上就交俾你。而我嘅出現咧好特別，即係點解今日見到即係呢個髮型咧，係因為真係講翻一個以前古巨基開簽名會啊，咁你帶埋女朋友去。女朋友好中意我，然之後揾我簽名咁樣。導演咧就叫我揾翻當時告別我的戀人們，即係戀無可戀嗰個時期嘅一個髮型，嗌我做翻一模一樣。點解我話穿越呢？就係因為我要做翻嗰個時候嘅我。今次呢個 MV 同埋呢個劇情嘅特別之處就係佢係有延續，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下。之後會點啊？即係有上下集嘅，係啊，佢有個延續，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得意嘅。咁大家就梗係要睇呢個 MV 同聽呢首歌啦。咁就漂流教室，冇錯啦。咁就去睇下呢一個合唱版，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一定中意，一定中意 ，yeah！ 我都要睇呢條片。
拜拜。其實睇緊就睇緊，睇緊。誒，同埋一定要叫人睇呢條片，係啦。係啦，希望有機會再合作啦。係，期待期待將呢首《漂流教室》有一個現場演出俾大家。好。好，下次再見，拜拜。誰自願恨成世，愛情不等於一切，共聚又離開，從來並未學到可以發誓。